这个只要拆松，拆松就可以。这个电机只要拆松就可以。那这个螺丝不需要完全拧下来。换跑带呢，我们拿着推荐包里面这个搬来，把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螺丝拧下来。把这个新的保障放到去的时候，还是这样套上去，放上去以后呢，这个保障保板放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别压到了啊。我们先不要张紧啊，先拧进去就可以，不要到最后面来加紧啊，拧上去就可以。这个螺丝也是一样的。
前面拧上去了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加固，要把它拧起来。这个跑带哈，一定要拧紧哈，这个螺丝要拧紧。这个跑带拖动一下哈，看一下下面压没压到。没压到的话，我们就怕下面压到。我们的跑带装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要装那个前滚筒，这个一定按照顺序装哈。前滚筒的时候哈，你装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小皮带哈，一定要先套在里面，先套在里面。把它套到里面去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装这个那个前滚筒，这边的螺丝，这边的螺丝我们是把它先拧进去。把那个螺杆哈拧进去，拧进去以后呢，在这个地方挂着，挂到这个地方，挂地方呢哈，我们再拧，继续拧，把这个那个轴啊哈，这个前滚筒的轴要拧到这个两个铁片的中间，拧到铁片的中间，两个铁片的中间，这个一定要注意哈。大概在两个铁片的中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呢哈，我们现在就来装那个后滚筒。我们得把后滚筒装起来。后滚筒装起来之后哈，这个对着。穿的这个上面，我们要装这个，装这边。好。装的时候啊，我们装后滚筒的时候呢，把那跑带适当的放在中间，这样来调一下。装完这边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装这边。
我们拧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哈，你这边的宽度跟那边的宽度跟另外的边的宽度大概要一样啊，不能的话等一下你一条跑到这个它一下就跑到旁边去了，我们大概拧的这个位置哈，拧到这个铁片的这个位置，我们这边也要拧到这个位置。 把这个拧到那个另外一边跟另外一边一个位置，啊，你看这个宽度啊，跟这个宽度一样，差不多一样，啊。 差不多一样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调跑带。现在调完了这个呢，我们然后我们再来放，把那个小皮带，小皮带装上去。小皮带装上去的时候呢，哈，我们先套在这个电机那个头上面的哈，电机皮带头上面，我们把这个手压的是上面推跑带，把跑带推上去，往前面推就可以啊。 这个皮带推上去了以后呢，哈，它要保持在一个直线上面，这样歪的不行，啊，我们要把这个把这个直线上面，啊，这样是在一个直线上面的，它不是歪的，歪的就没用啊。这样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小皮带装上去了以后呢。 我们把这个小皮带拉紧来，先把右边的螺丝拧紧，再把左边的拧紧。 这样就这样，暂时这样这边就可以了。所以说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把上面也要装起来。我们把上面也要装起来。啊，它这里有个卡扣的哈。 然后我们把尾盖装起来，然后我们来装尾盖。 这个螺丝哈，螺丝装起来。
Olha o seguinte.后面，那你进来以后呢，我们再把马达盖，先把马达盖装起来。 装好以后呢，把这个塞子塞进去。那个装进去以后呢，我们把那个管子塞掉。塞掉以后呢，我们再来调那个跑带，调跑带。 速度调起来，看这个跑带哈，我们调一下，它要是在其中的位置的话呢，应该没关系。这边往左边偏了一点，我们调左边，左边的哈，顺时针拧紧，我们拧一下，看一下往那边走了多少。现在这个宽度。 这边还是稍微宽了一点点啊，我们再拧一点点，差不多了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